找那个地铁站，去坐那个 path， 坐 path 到 New Jersey。对的，我们其实刚从 New Jersey 来。对，那个车我真的是服了，绕了两个小时的路。在疯狂的找那个叫什么 train station 在哪里？叫什么 path？ 对，那个 path station。然后我们两个拎着箱子，在曼哈顿街头狂奔，急走。我们奔不起来，箱子就是我们的羁绊。我觉得我每一次来纽约，基本上都有一个拎着箱子在大街上飞奔的那个记忆。这个城市就让你飞奔，这城市真的，所有人走路都飞快。可以走了吗？但大家都跃跃欲试。不行，走。我觉得在纽约过马路真的是要看眼色。四条街很短，走一走就到了。你还在录吗？嗯，点一下。哦，是什么样的？很鱼，鱼眼的鱼。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到纽尔。你看起来好丧。是很丧啊。耶。还有这个。刚刚在这个 train station 里面买了它的电池。要在这里转去 New York 的火车。我饿了，我在吃东西。亲嘴烧。我们今天，谢谢我们今天就只吃了麦当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 South Station 里面转了一圈，然后最后说，因为那天看起来都很危险，还是吃麦当劳最保险。因为在美国那个地方，尝试什么新品都是很危险的事情。Blackpink。哇，这个光。
lovely being here with you guys. And once again,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tonight. Are you ready?